兄弟姐妹，开饭了！今天吃一个清炖羊腿。先给我老爸先来一块瘦肉啊。我老爸老妈来一块。老爸来，看一下吧。好了，咱们简单改一下刀。就是，吃一个少吃点，吃个馅儿，吃一交给多吃一个，咱们开搂，看，好吃，家里面动动，怎么样？发财的贵手。给小张送上热门，让他早日走上成功的舞台，拜托大家了，谢谢大家。好香啊。哎呀，就这，烫。哎呀，
太烫了。嗯，好。太烫了，不吃了。弟弟 YS， 简简单单又是一餐，感谢观看。